大輝議員發言以及動議議案。林大輝議員，多謝主席。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主席，最近有兩份有關競爭力的權威報告就相繼發表了，新鮮滾熱辣的呢就是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剛剛發表的世界競爭力報告。前兩年我們香港排在第一位的，報告出就看到我們排第三位，是近年五年來排名最低的。報告亦都說政府的效能由去年的排第一位一哥現在變成第二。另外呢，中國社會科學院又剛剛又發表了一個報告，那個報告叫做《中國城市競爭力的報告》。雖然香港連續第十一年是排在榜首，但報告就再次警告我們，香港的競爭力優勢已逐漸減弱，跟內地的城市距離不斷地縮短，喪失龍頭地位只是遲早的問題，實在令人憂慮。我相信政府必須就這兩個報告作出很正視和檢討。主席，報告亦指出香港的競爭力面對三大的隱憂。第一，香港經濟發展過分依賴金融和房地產業，由於土地供應不足，導致樓價和租金高企，超過了市民和中小企負擔的能力，呈現了經濟的虛擬化和泡沫化。第二，香港人口老化加速，嚴重影響持續競爭力。第三，香港缺乏工業和科技產業，令到香港和珠三角的互補性變弱，原有的前店後廠模式面臨極大的挑戰。主席，隨著全球一體化、資訊科技高速發展，社會和社會的競爭越來越激烈，越來越白熱化。事實上，社會和社會的比較歸根到底都是競爭力的比較，而我所說的競爭力是指整體的競爭力、綜合性的競爭力、持續的競爭力，簡單來說就是軟實力和硬實力的比拼和比較。主席，香港雖然是彈丸之地，只有1100平方公里，又沒有天然的資源，但就憑藉著香港人多年來的奮鬥、堅毅不拔、逆境自強的獅子山精神，將香港發展成為一個文明的國際大都會。但所以從經濟和政治角度來看呢，在國際間呢，我們是存在一個舉足輕重的地位。主席，但是花無百日紅，發展就好像逆水行舟，不進即退。如果個香港整體持續競爭力呢不提升，反而不斷地自我削弱呢，在這個你追我趕的環球賽事裡面呢，縱使我們有豐厚的儲備，我們被其他的城市追過呢，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主席，社會能否繁榮穩定地發展，能否百業興旺，市民可不可以安居樂業、和諧生活，最主要是取決於政府的管治能力、執行能力和威信。一個有為的政府必須有一個英明的領導，懂得去廣納人才、匯聚精英、任用賢能，組織一隊有能力、有誠信、有理想、願意為香港市民作無私奉獻的管治團隊，去為香港制定適度、適時而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更加要有廣闊的胸襟，可以放下身段，摒除成見，團結社會，凝聚共識，齊心合力去落實推行和執行政策，幫大家去解決困難，去面對挑戰。政府的政策措施不單要鞏固本身原有的優勢和特點，更加要充分發揮原有的優勢和特點的同時呢，可以再尋找到其他可以帶動發展的火車頭，將社會整體的持續競爭力不斷不斷提升。主席，新政府已經上任快一年，可惜施政就非常之不暢順，得不到社會的支持，政府的民望不斷下降，不少的官員更出現民望負數的情況，嚴格來說，他的施政就是處處碰壁、寸步難行。
現時社會上事實上就有不少的問題，包括經濟發展、民生改善、民主推動，但政府不單不能夠有效地去改善和解決，更出現了持續惡化的現象。事實上，政府的施政連番受挫，管治的團隊接二連三地出事，亂象百出，已經令到政府要四處撲火，疲於奔命，管治威信受到重挫，咁政府嘅效率同效能當然隨之而下降。有人更加指出，現時政府嘅團隊其實是已經信心大失，士氣大跌。但當然雖未到到人心惶惶，但都唔敢推出一啲新嘅政策同新嘅措施。點解呢？原因就怕咧得唔到市民嘅支持、業界嘅響應，引起批評，令到民望再度下降。主席，如果他所說是真的，香港整體的持續競爭力就必然受到打擊，所以我們必須是馬上作出應對、改善和糾正。主席，要改善、要糾正，就必須要對症下藥，必須要大刀闊斧，必須有改革性和突破性的思維，否則我們的整體持續競爭力就只會不斷不斷地削弱。須知道最鋒利的寶刀都會出現生鏽的一日。主席，現時政府的管治團隊很明顯就出現了一、人才錯配；二、人才荒的問題。不少人批評今屆的政府拉閘成軍，不少官員跟這個政策局是不對口。事實上，如果官員不熟悉他所主管的範疇，先天不足，試問又怎有能力去領導他的部門去制定政策和執行的措施去解決困難，從而提升香港整體的持續競爭力？老實說，要這些官員邊學邊做，又怎可以令到市民對他有信心和認同他們呢？主席，所以我認為政府必須馬上為各位問責的官員的能力、誠信、潛能、心態做一次全面的評估和審查，評估他們是否真的有能力、有魄力、有決心可以幫到香港去提升整體的持續競爭力。若果評估是不合格，政府必須是拿出最大的勇氣去作出換人的安排。千萬是不能再姑息、再猶豫，因為姑息和猶豫只會令到我們的持續競爭力不斷受損，亦會令到社會上很多存在已久的問題不斷惡化、不斷變壞。主席，正如早前你都公開發言啦，建議特首要檢討行政會的相關制度，包括組成和職能，要認真研究怎樣去改變運作，以便發揮更大的作用。可惜你的講法似乎就不得到政府的認同，也都備受批評。為什麼呢？主席，因為我認為最重要始終是在於揀人，揀到叻人、揀到好人，咁就可以幫政府、幫特首作出明智嘅決策，從而提升香港整體嘅持續競爭力。反之，如果揾到啲冇德冇才又鍾意講大話嘅人，咁香港整體嘅持續競爭力就必然受挫。所以政府一定要克服心魔，言行一致，去貫徹構建香港人嘅思維，做到真正用人為才，咁先可以幫到香港。主席，基本上香港係一個福地，是沒有天災的，但我們就必須要避免人禍的出現，因為人禍不單會嚴重打擊香港整體的持續競爭力，更加會令到香港一蹶不振。